颠覆式创新才能够改变世界，改变行业格局。电视这件事情不是最近十年二十年，几百年已经有。颠覆式创新要把握火候。Disruptive innovation inevitably is a good thing, but it also has some negative elements. 颠覆性创新就是颠覆者得了被颠覆的东西。If you are a large enough company, always try to find a disruptive innovation.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个人来说，曾经我们一直都觉得颠覆和创新是一个颇有距离感的词，但是在现在这样的一个快速变化发展的时代，颠覆式的创新他们就奇妙地组合在了一块儿，而且还带来了不少的化学反应。刚才你听到了很多人的颠覆式创新的宣言，今天的对话给你一次跟他们面对面的机会，来掌声欢迎一下我们跨界的六位嘉宾，欢迎他们。这是一个颠覆的时代，数码相机颠覆了柯达，智能手机颠覆了诺基亚，网购模式颠覆了沃尔玛。这是一个疯狂迷恋颠覆式创新的时代，一夜之间颠覆式创新成为了焦点，商业大佬们无时无刻不把颠覆式创新挂在嘴边，有关颠覆式创新的商业书籍也层出不穷。一个90后女孩马佳佳却被请到万科给高管们上课，是因为他的互联网思维极具颠覆性。前不久被称为中国商界教父的联想集团创始人柳传志，在面对移动互联网对整个社会的不断颠覆，也不得不问计互联网创业者。在短短几年间，风光无限的巨头转眼成为被颠覆的恐龙，默默无闻的小公司一战成名迅速崛起。为什么把每件事都做对了仍有可能错失成池？为什么无人可敌的领先企业却在一夜之间虎落平阳？难道我们真的面对的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时代？今天我们邀请到六位来到博鳌亚洲论坛的对话专场，是想跟大家来探讨到底颠覆式创新是什么，它在今天的时代会以什么样的形式表现出来。我先抛砖引玉啊，看一下大屏幕上我准备的这个图片，这其实是全球曾经万众期待的产品 iWatch。 当然我今天把它展现在这儿，不仅仅因为它曾经万众期待，还因为它出台了之后也被许许多多人不断的吐槽。我想问一下在座的六位，你们觉得像这样的产品它算不算是颠覆式的创新呢？各位可以来表态，三二一请举牌。呵，大家笑了，真有点出乎意料哈。距离最远的两个人觉得这是一个颠覆式创新的产品，前面四个人居然无一例外。那你们也是参加了吐槽大军对吗？周总，你曾经期待过这个产品的发布吗？我买不起，太贵是吧？啊，我的观点是苹果想颠覆，苹果想让它颠覆，它现在是颠覆了三个东西，一个是颠覆传统的手表，我认为这很难，因为传统手表已经是一种奢侈品。第二个，苹果想颠覆手机，因为今天手机已经够方便了，如果你能把手机的很多功能做在手表里，如果你随便跟这个手表就能互动，你就不用手机，那么它就有机会颠覆。手机如果扔掉了的话，那就代表它成功了。对，但是它目前没有做到这一点。另外呢，还有很多做手表的人呢想颠覆一些传统的医疗设备，比如说在手表里加入对生命体征的测试，但事实证明这些都还是玩具，就是他做不到这样。所以我认为苹果想颠覆，但他今天做出来的用户体验并没有做到说让我们觉得可以取代。那么他也没有说把价钱，他跟百达翡丽比是便宜了，但是跟普通的手表比呢，它还是特别贵。你会花15000美金去买一块苹果手表吗？It is a combination of the all those previous innovations, and I really don't think this is a new innovation.And product itself is not innovative. 好，不够革命性。史先生每天跟产品打交道，我现在根本不戴手表，我就用手机。手机已经有了。我认为这个你的产品要成功的话呢，一定要让他现在手上的东西甩掉，这个不算什么好产品。因为它没有完全取代你曾经的一些需求，它还必须同时存在。好，那我们问问沈南鹏先生 ，Apple Watch 在
出现之前，很多人都期待，你曾经期待过吗？期待，期待啊，在中国。但这个期待的时候，其实我们已经对它有一个基本的概念。它会有什么样的风险啊？这个功能等等。对。这个其实，然后它出来也没有让我们有额外的惊喜，这本身就说明它不是颠覆性的。告诉我，在你们心目当中，到底什么样的产品它最具颠覆式创新的特质？看来这个周总跃跃欲试了。在常见的颠覆式创新，它一般有两个定义。要么呢是对商业模式来颠覆，就是你做出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别人虽然也有，但是你做的更便宜，或者别人收费，那么你免费，那么这个它就能够做取得更多的这种用户。你是在说你自己啊？我说了别人收费，我免费。比如说小米手机，它可能还是最早的时候，它也是山寨机，但是呢，它卖了很便宜，性价比很高。那这个它不是技术的颠覆，对吧，曾总？它是。它实际上是，对，待会儿雷军坐着飞机就来了啊，说我得给你辩论一下。它实际上是商业模式的颠覆。它是商业模式的颠覆。那么还有一种，还有一种颠覆呢，其实我们把它总结为叫用户体验的颠覆，就 user experience。什么叫用户体验呢？就你把过去一个很麻烦的事儿，变得极其简单。有没有你喜欢的这种颠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为什么大家想想相机为什么会被手机颠覆，并不是手机的拍照功能做得比相机好，而是人们都懒。我出门能带一个 device， 我就不会再多揣一个相机。我有一观点跟那个红衣稍有不同啊，他刚刚讲到说这个有几个不同的这个对颠覆的这个定义，对吧？咱们这个说回这个360的例子，我知道只能我来说，他不能说，所以我那他这个原来这个杀毒这个东西，对吧？反这个病毒这个软件，其实多年有很多人在做，但是最后用户体验方面，大家感觉到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吧？有了你这个新的产品，但很重要的还是在技术上面，我感觉360有一个提升，这个我感觉是最重要的。任何一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说用户端的一个体验，一定是后面有技术驱动在后面，对吧？我们看这个硅谷的这个风险投资，它的基本的投资的理论是什么？跟中国可能这个风投还不太一样，它就核心一个点就是投资于 disrupt technology， 一定是一个创新的或者是颠覆性的这样一个技术。 disrupt 的意思就是把别人给 disrupt， 那你一定是在技术上是非常独特的。其实就是说一个新的产品出来，它会让老的产品没有了发展的空间。我不太同意你们俩的观点啊，我能不能 PK 他们一下？好，没问题。这个第一我很尊重来的目的就是让你们 PK。 这个他们会，你们说的错没关系，你误导了现场的观众，这个不太对。第一个呢，就是大家对有一种颠覆式创新是指你发明那种全新的技术，比如说今天谁能让手机电池的容量增加10倍，我手机以后一周才充一次电，那这绝对是颠覆性的技术。但这种颠覆性的技术呢，坦率的说比较少见。那么像今天在中国呢，我觉得就更少见，因为这需要很多年的积累和技术持续的进步。所以比较常见的例子是我刚才讲的用户体验和这个商业模式的颠覆。那么不能用市场份额来，为什么来判断？如果你用市场份额来判断，这叫马后炮，因为这个事儿已经都颠覆了。我们每个人都在用手机的时候，我们都知道说这个东西颠覆了。关键对很多 VC 和创业者来说，怎么在第一天开始的时候，你在做一个很小的事情，刚刚起步，你能够去判断它是有这种颠覆性的。第二个呢，南鹏刚才讲到这个技术，我还是说很承认技术。今天手机的音质显然比不上专门的数字播放器的音质，数字播放器的音质显然比不上黑胶唱片的音质。但是你想想它为什么会被称为一种叫颠覆性技术，并不是技术的进步，实际上是因为还是人性，因为人是最懒的。就是我听个黑胶唱片很麻烦，我随时携带一个 Walkman 就很方便，但今天有了手机，我拿手机就能听音乐，所以 iPod 也卖不掉了。究竟什么样的途径可以让我们走到颠覆式创新？我能再加一句吗？其实最好的恐怕这个所谓颠覆式创新的公司是发现一种现在大家还没有意识到的一种应用，甚至是一种趋势啊！不是在 disrupt 谁，是 disrupt 是一种新的一种需求。比如讲这个，咱们举例子，大疆飞行器吧，对吧？这个说实话，一年多以前，当我看到这家公司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需求？是 photographer 吗？是这个摄影爱好者吗？后来发现有许多别的应用，比如讲。我们的 rockstar 汪峰就拿它来这个求婚了，对吧？那这个应用大家是没想到的，所以我的感觉就是有很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在这些公司的推出过程当中，它不仅是这个对人性的一种很深刻的一种洞察，
通过技术手段实现了，而且这种产品是啊，在大家没有想到这种运用可以是非多么的受欢迎，我这种运用恐怕来得更加的这个具有颠覆性的这样性质。当越来越多的人在谈颠覆式创新的时候，我不知道会不会给我们一些心理的压力，好像不去做一些颠覆式的创新的话，可能我的企业就很难赢得未来。不知道下面这个担心是不是你的担心？2012年，拥有百年历史的全球最大的影像产品公司柯达宣布破产。众所周知，那些记录了多少人的出生、假期和婚礼等重要时刻的柯达胶卷，是被数码相机的出现所颠覆。2013年，曾经创造14年全球手机之王纪录的诺基亚被微软收购，因为一个叫乔布斯的技术狂人用完全不同的概念颠覆了整个手机业。2014年，曾经财富世界500强排名首位的美国最大零售商沃尔玛，利润出现下滑，因为亚马逊等网购模式的颠覆，让沃尔玛不再是家庭购物的首选地。在中国，同样的颠覆也在上演。腾讯基于移动端的产品微信颠覆了电信运营商，淘宝、京东商城等电商对于传统商业的颠覆，让万达不得不向电商转型。互联网教育对传统教育模式的颠覆，让新东方创始人俞敏洪倍感焦虑。仿佛一夜之间，你就有可能被别人颠覆。今天，不管你做出多么正确的商业决策，都有可能死掉。人们不禁要问：难道不颠覆真的会死吗？真的提出了一个这个时代才会有的命题：不颠覆真的会死吗？那我们再来判断一下。好，过去的这个一个比较成功的商业模式，可能最早的时候20年、30年可以持续，后来变到10年，后来再变到7、8年。我觉得现在你可能非常成功的能做一件事情，持续可能4、5年，你自己就得变革。你自己不变革，就别人变你，对，那你就得死。现在的这个企业呢，就是说啊，有集体焦虑的问题啊。这个就现在做的比较好的人呢，天天担心别人革自己的命啊。那么现在这个就是天天革命的人呢，实际上他也是比较焦虑的，因为你革别人的命也没那么容易就能够革这个命，不小心还被别人又反过来革了他的命。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总的来说就是现在这个世界发展到这一块，技术发展的这么快，就大家都要在变中寻求这个机遇，变中寻求不变，这个命题挺难的，但是必须做。其实在之前这个周鸿祎先生透露过一个信息啊，就说颠覆式的创新其实是美国的一个学者克里斯坦森提出来的。我想告诉各位的是，他是在1997年就提出了这个观点。可是你想一想，从97年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这段时间之内，似乎没有那么多人在提颠覆式的创新，只有在最近这一两年当中，它就突然的火爆起来了。这是到底什么样的原因？其实，在硅谷一直大家商学院的学生都会学他这门课，因为原来在我们的正经的话语体系里边，你不管说颠覆、破坏，它全是负面词汇，对吧？我记得有一段，我是最早在国内鼓吹这个叫破坏式创新、颠覆式创新。后来有个领导拍着我的肩说小周啊，讲创新很好，就不要提破坏这两个字了。是在中国，这种颠覆式创新、破坏式创新容易被当成叫 trouble maker， 捣乱者、搅局者。我觉得，所以只要大家的价值观扭过来，认为它是一种非常有意思的创新方式，我觉得这几年大家的观念扭过来了。那颠覆这么快，在今天这个时代，还有可能有基业长青的事儿出现吗？颠覆这件事情不是最近10年、20年的事情，100年以前就有。只是说最近的这个10年、20年，随着移动互联网，随着很多技术的发展，这种所谓的颠覆在加速，所以你的可能焦虑感会增加。所以我感觉这个是做企业，尤其是领导一个大企业必须面临的挑战。我们接下来做两个有趣的假设或者是猜测。第一个猜测呢跟行业有关，我们想看看在六位的眼中，究竟在今天的中国什么样的行业最有可能出现下一个颠覆式的创新。来，我们看一看，我们选择的这四个领域呢，应该是目前中国特别火爆的行业。第一个是互联网的领域，第二个是金融领域，第三个是房地产领域，第四个是制造业。大家来预测一下哪个行业最容易出现新的颠覆者。我还是会猜互联网。就是过去10年或者20年，互联网对出版业零售业就
这个影响就很大。那么未来呢，我觉得这个互联网对其他的行业，就包括你说的对金融、房地产、制造业，就这个的渗透和这种颠覆性的这种创新会更频繁出现。所以我觉得主流来讲还是在互联网这个行业。I would also vote for internet. I think, you know, one of the things that's important to keep in mind about the internet, you know, internet's not a product, it's a platform. And the platform itself, you know, through continuity or, you know, all the mobile devices and, you know, there's this also, what is it, O2O, you know, offline, online. I think that as a platform, we're still at the early stages of its disruptive aspects to many businesses. 过去的这个互联网是上天，那么大家都到云端去，是吧？去共享。那么未来的互联网应该是入地，是吧？入地就是互联网要和所有的这些实体的产业结合。确实，互联网是以前的这个创新颠覆的一个最主要的这个战场。将来呢，恐怕也还是。但我想从一个非常长远的角度看，20年、30年、40年看。我倒是宁愿选制造业，因为制造业的这个体量在中国太大了，咱们是绕不过去的，是吧？当然可以有各种方法来去化解这个产能，但是其实如果你要说哪个地方基数最低的话，那其实制造业的基数是最低的。任何创新可以带来巨大的这个产能的进一步的提升和释放。其实在这个里面，工业自动化、这个新材料都有巨大潜力，而且这些行业。我们还有一些科技上的一些，不说领先性吧，至少跟全世界的很多的这个国家，包括最发达国家，还是能够有这么一比。刚才至少互联网拿到了两票，包括史先生这个互联网加的概念，至少有三票了哈。既然大家关注互联网，来，我们把互联网的这三个巨头再展现一下，所谓的 BAT、百度、阿里和腾讯，现在当然是庞然大物。六位再来猜测一下，如果在互联网领域当中还有可能产生颠覆的话，刚才我说到的这三大巨头，谁最有可能会被颠覆？大家指定一下发言者，你们最想听谁的答案？来，周总，好，周总是一号答题者，二号答题者请做好准备。谁？沈总，好。在中国互联网上现在出现一种比较奇特的景象，因为 BAT 涨了太大了之后呢，其实他们在熊明辉他离开之前那段时间，我觉得他们可能还有颠覆的机会，但是经过了三 Q 之后呢，我觉得对腾讯的帮助特别大，就他们迅速的明白过来之后呢，他们今天实际上是他们用了一种非常综合的手段，比如说看见哪个小家伙有可能颠覆，看见哪个小家伙有可能在一个自己不擅长领域做起来，那么他们就扑进去把它买下或者把它投资，所以到最后你看一下滴滴跟快滴两家大战，实际上就变成了实际上是两个巨头在后面的角力，没错，就一个公司可以把社会中各个产业链就都投了，都给你买一下，全程他家的。但是中国出现了，都全是他家了之后，我也觉得很绝望，因为只要有一点点希望，他们就花钱把你砸下，对吧？所以现在中国互联网他们相当于在做一种混凝土战略，用浇筑混凝土的方式把它围成了铁桶阵。好像我看出你有点绝望，就觉得这三大巨头很难被。但是当我看到沈南鹏的时候，我又觉得有希望，因为正因为有了像沈南鹏这样的 VC 呢，他们每天就在找这种更小、更有创意、更有颠覆性的小公司，总有巨头，比如看不到的地方，那么可能有机会做起来。所以我现在呢，我自己在想，我可能也能做点未来的事儿，就做点巨头看不明白的事儿。如果今天你做的让巨头看明白了，我估计很快就被消灭了。主持人好，嘉宾好。颠覆式创新的话，它是不是能够真的是作为这个小公司能够逆袭成功的一个机会？中国是个神奇的国度，经常会有很多事情，它会跟我们刚才讲的商学理论不太一样，因为。那么我为什么一直在鼓吹颠覆式创新呢？因为对创新的小公司来说，你不可能按照大公司的游戏规则去玩，你必须要走一种颠覆式创新，就一定要跟他 think different， 就跟他不一样。不一样未必成功，但你如果跟巨头做一模一样的事情，他比你更有人更有实力，那么你基本一点机会都没有。其实我发现您个人也是不断的在被颠覆当中，被某些其他公司的产品颠覆。你看在博鳌亚洲论坛开幕之际，这个周总很闪亮地发了一条微博，说飞机落地之后我有一个重要的事件要宣布，后来大家看到宣布就是开始用微信了。你想想微信是谁家的产品啊？
这周总从来是不可能用的，但是他现在被微信给征服了啊。讲到这个 BAT 的问题，我刚刚讲的那个啊，还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啊。但你看时间的话，假如说今天是看十年的时间，变化的地方恐怕是在这样的，就是在这个阵营里面的，比较中国的一百强里面，恐怕除了 BAT 以外，有更多的互联网的公司名字会进来，而不见得我感觉会说 BAT 他们自己的地位有多大的改变。也许他们可能并没有被颠覆，但是更多颠覆式的创新会越来越多的出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各个领域当中。对，他们今天能够生存下来不是没有理由的，是包括像中兴，包括像腾讯，他们内部做了很多颠覆式的创新，这个是恐怕就是大家说的大象跳舞的。对，大象还是有可能跳舞的。对，所以呢，探讨一下颠覆式创新的几个招数应该是我们更多的朋友感兴趣的。每每提到这样的一个颠覆式创新的概念的时候，肯定苹果是一家绕不去的公司，对吧？我们生活当中已经有越来越多的苹果产品占据着我们生活的点点滴滴。Steve 对苹果公司熟悉吗？你觉得在你看来，他们的颠覆式的创新主要是什么样的一个招数？ You know, the interesting thing about Apple and Apple's obviously a great company and has been highly successful. But if you look at some of the things that they've done, you know, they didn't invent the MP3 player.They made the MP3 player better. They didn't invent the smartphone, but they made a smartphone better. And so, you know, they're known as an innovative company, which certainly they are, but one of the things that I think that's interesting about Apple in a way, and it kind of comes back to this incremental versus sort of revolutionary technology, Apple has done a really great job.In effect of using incremental technology, taking existing concepts and making them better and more attractive and more, you know, usable, if you want to call that, from a consumer standpoint than others. 我不太清楚苹果下一步的战略啊。从我们自己的这个考虑来说，我们认为未来人工智能应该颠覆这个，颠覆现在苹果的这个触摸的这个模式，是吧？那我们也在这方面做努力。比如说这个语音智能操控，控制一切，语音控制一切，所有手机的功能都可以通过语音来实现啊，你说话就行了，解放双手。那么这个是不是说真正可以颠覆苹果？咱们这个拭目以待。我虽然老在鼓吹颠覆式创新，但是对很多创业者来说，我想提醒一点，就这里面是没有一个什么招数的，因为所有的颠覆创新。都是在他刚出来的时候都是容易被看成很多缺点，他不完美，就看成异类啊，对，甚至看成异类，而且主流市场玩家基本上是不认同的，所以呢在刚开始的时候甚至连颠覆者和被颠覆者本人都没有意识到他是个颠覆创新，而是等到他最后颠覆发生结果了，大家商学院再来总结案例。当年我最开始做免费杀毒的时候，所有的杀毒厂商都不以为然，都认为这就是个骗子干的事，他怎么可能免费呢，对吧？你比如说苹果最早出那个触摸屏的时候，我听说诺基亚的高管特别开心，因为他把苹果往上一扔就摔碎了，他们说你看这还是我们诺基亚的手机扛砸扛摔，实际上他们根本就没有去在意。而且我看有资料说诺基亚比苹果更早的研究触摸屏的技术，但研究完了之后他们认为可能对我今天很成熟的这个商业来说他觉得没有用。所以对于这种大公司来说，我觉得颠覆式创新最难的是克服自己的，就是把自己的这种包袱能够砍掉，这个革自己的命。对，我们看看六位嘉宾当中有多少人支持你的这个看法。我们再来一个调查问题，就是颠覆式的创新是不是一定要革自己的命，要不要革自己的命？史先生很好奇地看了一下左右啊，因为左手搏右手的感觉这个时候出现了。好，从苹果公司本身来讲，他也不能说完全是革了自己的命，但我感觉左手打右手是可以的，这个不是完全革自己的命，但这是鼓励那个内部的一种创新。20年以前，它是一家消费电子公司，消费电子公司在美国，如果你把它放在这个所谓公司这个分类里面，那就是硬件。但是今天其实如果你要去看大家分类，把苹果不是放在消费电子里面的，放在互联网公司里面的，这个我感觉应该好，非常好的一个说明，就是，你自己懂得怎么去延展，怎么去内部创新，完全可以把自己抬到一个新的台阶。颠覆式创新是一个
刚南鹏说是一个自己打自己啊，左手打右手，我觉得这个形容都不够刺激，实际上它更像葵花宝典，实际上是叫引刀自若想成功，对，你也练过这个武功对吧？我跟你学的，但是我没练成，你练成了。我到处教别人练，就若想成功，必先自宫。刚才特别提倡内部的竞争，所谓的左手搏右手，我们也找到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左右手互搏之术是金庸笔下知名武功秘籍之一，然而现实生活中，微信与 QQ 左右手互搏也出现在了腾讯公司。在 PC 时代， QQ 是即时通讯领域当之无愧的王者。微信推出后短短几年间，从一开始借助 QQ 落地生根，到现在枝繁叶茂，自立门户，微信的势头盖过了 QQ。 有电信分析师认为， QQ 和微信要不就搏一个，要不就分道扬镳，卿卿我我，若即若离，拉拉扯扯的玩暗恋，腾讯危险。你给腾讯的左右手互搏打几颗星？当然五颗星是你特别看好它。来，我们看一下来自星星的六大男神啊，他们给出的答案。两颗星，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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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星。哇，我们只有来自日本的西市先生比较不看好腾讯的左右手互搏。It is almost impossible that two or three competitive technologies has to survive each other. There are things that we have to get rid of. In case if you feel or if you sense the future is not there, we can get rid of it.Much earlier than the others. 熊先生，你看到现场还是有人不太看好这个腾讯的左右手互搏。在你担任首席技术官期间，我相信这样的左右手的互搏的局面已经正在酝酿当中了。你自己做什么样的评价？在2010年的夏天的时候，我去过一次硅谷，去看过 WhatsApp， 就硅谷这家公司，就发现这是一个新的一个APP。是即时通讯这个领域的，而且是纯手机跟手机之间的。所以回来之后呢，我们其实也关注了这个。当时市场也有类似的几个，包括其实米聊其实是那个时候也出来了。对对对，张小龙当时他们那个团队，他们是做 QQ 邮箱的， QQ 邮箱团队叫广州研发中心，后来让他们去研究这个像 WhatsApp 米聊这样的东西。他们一开始也就是三个人开始，大概两三个月时间就把第一个样品做出来了。那其实当时腾讯内部也有很多，大家有很多争论，对，就是说这个微信到底是怎么一个定位。坦白说的话呢，谁都想不清楚，就说先走走看看，先跑一跑，大家都是抱着一个试试看啊。只是从产品细节来看，发现张总这个团队做得不错，所以我都记得我当时还带了 QQ 的总经理和张小龙，另外还有几个人，我们去成都去体验一下这个这个微信的第一个版本。我们推出的第一个所谓杀手级的功能的话呢，就是找周围的人啊。所以我们到成都呢，我们记得我们就在餐馆吃饭啊，我们几个人就用那个周围的人去找人啊。那么当时 QQ 总经理找的人最多，张小龙周围没找到人。后来发现是 QQ 总经理的这个头像放得比较帅气，就说我们当时去体验发现这个挺吃惊的，就是那个时候微信推出时间不长，但是我们在成都那么一个地方就挺多人在用的啊，年轻人，对。所以呢，从那个时候我们就觉得说这个微信这个东西还是用户粘性还是不错，用户这个传播这也挺好。所以后来呢，我们过了一段时间才允许让 QQ 的用户来用他的 QQ 号来登录微信，这就成就了你们的这个颠覆式的创新。但是从一开始到现在，像这样的左右手的互搏到底会不会存在风险？风险系数会打几星呢？来，请各位再让我们看一看你们的判断。有人特别担心哦，有两个，现场看到了有两个五颗星的，哇！沈总，你真的觉得这个风险有这么大吗？作为一个企业，如果做这件事情，我不知道当时熊总他们有没有想过事情。可以说先跑一跑，但是你在一开始就要做好一个准备，就是有一个把另外一个打死了，这是你做好的必须的心理底线。作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第一，你必须这个承担风险，如果这个你不愿意承担风险，那这个风险是最大的。第二个是，假如说你做了这样一条左手打右手，肯定是有一定可能其中有一个是被打死。这个是一个新鲜事物，如果
腾讯不去做的话，这肯定死路一条。啊，当时已经有米聊，大家已经是在用了即时通讯这个领域，啊，出现这么一个新的一个东西，如果我们不去尝试的话，就肯定是就属于自杀行为了。你不能不承认有一点，就微信的成功，我认为有它的必然，因为腾讯在 IM 上的多年的基因，这个是它一个很重要的基础。第二个呢，我觉得跟马化腾为首的这个管理层的这种决心啊和判断力有我认为还有很大的关系。但是最早的微信如果不是放在广州研发团队，不是一个远离总部，是吧，有点天高山高皇帝远的，这个如果是放在总部来做，很有可能就被内部的这种反对力量可能就扼杀掉了。这个周总这个意见我是完全同意的啊，就是在深圳的话呢，这个可能确实是受的干扰会更多，这个风险到今天其实呢也还是有的啊。因为今天坦白说 QQ 的手机 QQ 的用户数不输微信的用户数的，手机 QQ 的这个产生的收入其实还是超过微信的啊。所以呢就是说这里面有一个就是说有一个取舍，如果从 PC 时代过渡到手机平台的平台的时候，如果不去做这个微信，对吧，那这个是就是说很难想象，就是说这个腾讯还有今天这么一个市值也好或者一个地位好。我在2012年的时候第一次我帮微信做产品的一个宣讲会的时候，我当时其实有记者就问我，我就说如果今天没有微信的话，腾讯的高管睡不着觉。那从长远来看，你觉得马化腾马总他会更爱 QQ 团队还是更爱微信团队？大家都在用微信嘛，微信的人气这么旺，在腾讯内部的话 QQ 团队相对于微信团队来讲的话肯定是比较弱势。你透露的一个小秘密就是在马总的心里到底哪一个团队的分量更重一些。其实还有一个小秘密我始终不知道，就是在微信打造之初，是不是真的像沈总刚才说的，我们真的做好了牺牲一方的一个准备啊？但是现在不少打算颠覆式创新的人已经做好了牺牲的准备。张瑞敏的名字大家一定都听过，是中国的家电制造业当中的老牌和名牌，但是在今天颠覆式创新包围着他的时候，他也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也要颠覆自己。他的原话是自杀重生，他杀淘汰。自杀重生，他杀淘汰，难道大企业想要颠覆必须要革自己的命吗？自杀能不能重生不一定，反正你先把自己弄死了。免费跨界，站在移动的风口等风来，到底哪一个才算颠覆式创新的绝招？中国移动呢，他要请我去当老总，我就上网免费，电话免费，什么都免费的。对话带你玩转颠覆，广告之后精彩继续。自杀重生，他杀淘汰。一直以来，作为成功的企业家代表，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张瑞敏却是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因为随着移动互联网浪潮对于传统企业和商业模式的冲击，和所有传统行业的巨头一样，作为传统家电业领头羊的海尔不得不转型，拥抱互联网。然而在诸多变革者当中，海尔的转型无疑是做得最为彻底。他并非玩票式的发布一两款智能产品，也没有搭上互联网公司就大肆宣扬，而是进行着自上而下，有着清晰部署的一次自我革命、自我颠覆。其首席执行官张瑞敏每一次对外释放的革新信息更如重磅炸弹，令外界目瞪口呆，也引发了外界普遍看不懂的争论。首先是大幅裁员，2013年先是从8.6万人减至7万人，减员比例为18%，2014年继续又减少1万人，而被裁掉的人员主要是中层管理人员为主，这被称为消灭中层，以增强内部沟通的效率。其他的改革措施还包括人单合一，目标是希望每个员工都可以面向用户，乃至于整合外部资源。员工创客化，海尔鼓励员工在内部创业，组织小微化，打破中央集权制的大公司组织框架，由员工创立一个个的小微公司。目前海尔内部已拥有超过200多个小微企业，用户决定产品，打破过去先生产再销售，海尔现在是先找用户，根据用户的个性化需求生产产品。真正的变革必然充满着冲突、对立、挣扎、取舍，只有涅槃之后重生的企业才有幸站在下一波科技浪潮之巅。那么海尔的自我革命你看好吗？
这招大家看好吗？来自星星的你，请再展示一下观点。有一个很让人意外的答案啊，就是一颗星都没有啊，这是我们的周总给出的答案。当然还有很少的两颗星等等。我们在谈颠覆式创新，今天很多理论都是马后炮。嗯，其实对一个企业真正去做颠覆，其实最早的时候，我相信张小龙也不是天天想着我要颠覆 QQ， 张小龙也不是想着说我要去做什么别的，他是要给用户提供一个在手机上大家可以更比短信更方便更快捷的工具。所以所有的创新战略一定要回到用户需求、用户体验和产品本身。所以今天海尔，我不管怎么说，比如说他做这些东西，他好像都是在做组织结构的改变，对吧？做这种文化的改变，但是我这五个点里没有一个点回答的说我做一个什么新的产品出来。这个产品要么把冰箱免费送了，对吧？以后比如海尔都给大家送改做生鲜电商了，或者说今天大家出一个不用电的什么冰箱，就是我没有看到这样一个产品。我打了三分，对吧？因为他已经做出了自杀的这种惨烈的决定。我感觉我跟红衣的观点不太一样啊，就是首先一个公司要进行创新，颠覆式创新，首先它的内部的组织架构必须是对的。我们看腾讯的例子，这当中的五条对腾讯完全适用。当然第一条腾讯一直不需要，但这四条后面四条难道不是腾讯以前就有的吗？确实有很多别的充分条件来决定最后海尔的这种创新能不能够成功。但首先我感觉这个大象起舞的精神状况是有的，最后某一个在是在哪一个产品上面出现创新，我认为这次要靠一点点运气。这个我不太，我主任我不太同意沈南鹏的意见，就是说我认为很多企业时间越久它过去越成功，它的那个基因啊是不可改变的。你哪怕做这种表面形式化的拆分，它远远不如你在外面去投资一个互联网的团队。所以呢它跟腾讯不一样，是腾讯本来就具备互联网的基因，那么腾讯可以只要拆分一个团队就可以。刚刚这个红毅在讲一个问题，说你海尔没有互联网基因，所以这事儿你就肯定歇了。我没这么说，我没这么说。我你刚刚讲的话，其实我认为是创新基因，不见得一定有互联，一定是互联网基因。对，我说的文化不一定是那个互联网的文化，它实际上是一种，怎么说呢？你过去是一个制造业企业吧，我举个例子，就是说卖电视。过去我把电视卖给消费者，我的使命就结束了。我干了20年卖电视，我对这个生意特别了解。但今天做电视变成什么？电视机不赚钱。把电视机卖给消费者之后，消费者对他的服务才刚刚开始，你得把自己变成一个节目制作商、游戏提供商，你每天都关心这个电视机卖出去2年了，你每天在给用户提供什么服务。就是这种基因，就和我认为就和原来制造业和销售硬件的基因就完全不一样。所以可能面对像张瑞敏这样植根于传统产业那么多年的优秀的企业家，当他们看到颠覆式创新的这个方向的时候，他们做出了变革。当然对这些变革而言，我们大家都评价不一样。我们设想一下，有一天我们遇到了张瑞敏，你们会跟他说什么？其实我跟张总接触很少，但我知道他们已经在做很多创新。这种创新刚恐怕在腾讯的微信的这样一个相比，或者跟今天我们这个红衣的这种这个视野里面太微小了。但我认为这样一个消费电子公司，今天它其实还是在做很多创新业务的拓展，这种文化还是在这个很多方面是表现出来的。看来只有周总，我建议他给一份钱给沈南鹏，让沈南鹏帮他再多投资一些未来能产生颠覆性产品的这个公司。我就比自己要做来的更靠谱，是吧？我去年去美国，我去拜访了 Google， 然后 Google 有一个基金啊，叫 Google Venture。我就问他们，我说 Google 这么有钱了，为什么还要做 Google Venture？ 然后还有 Google 是怎么考评你的？那个人说了问题让我觉得非常的 shock， 就是他说 Google 每年给我们几个亿，我们的使命就是寻找那些可以颠覆掉未来有可能颠覆掉 Google 的公司，然后投资他们扶持他们。如果咱们看50年以后来看的话，对 Google 来讲， Google Venture 的 gain 或者 loss， 就他赚多少钱，对 Google 来讲几乎没有意义。只有 Google 的 X Lab 或者说他自己给员工的这种真正的创业的这种空间，这种这样的做法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为什么呢？ Google Venture 投了一家公司，在里面占10%-20%，这个对 Google 最后就是一个财务的这个回报，这个对红杉来讲有益，对 Google 来讲没有益。因为那个公司的，你投资那个公司的 CEO， 就像今天的周鸿祎一样，他是要自己做老板的，他是不愿意最后卖给 Google 的，或者卖给 Google 的时候这价钱已经天价了。其实 Google 一个非常这个
正确的做法，他们在内部让每个员工，至少让一部分员工每周有这个两天的时间可以 develop， 就是开发自己喜欢的东西，而不是做你老板要求你做的事情。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这个里面产生的这 actually 几秒是通过这样产生的，这个举动才是这个企业真正创新走到一个地方。想想如果今天微信腾讯只拥有20%，腾讯 venture 投了有意义吗？今天腾讯肯定不会在今天这样的市值。对今天的海尔来说，很有可能你改来改去，你原来这种的基因变不掉。所以那个葵花宝典不是虽然说预想成功必先自宫，很多企业家看到这一页就开始掏刀子了。你原来越成功，你就越难转过来。在这个转的过程中，很有可能就是你说了自杀。自杀能不能重生不一定，反正先把自己弄死了，怎么能重生怎么？就像你引刀自宫，有很多人是痛死的。有很多流血太多，对吧？所以你突然发现在这年头自杀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还是那句话哈，颠覆有风险，自杀需谨慎。怎么样才能让自己的自杀仅仅是意味着和一个旧的落后的模式的决裂，而不会让自己的生命受到什么样的威胁？看看其他人都是怎么做的，也许能够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看看这一招如何。第一招免费，奇虎360用完全免费的模式颠覆了中国杀毒和安全软件市场。滴滴打车曾经用高补贴以至于用户几乎免费打车的模式颠覆了出租车行业。乐视推出的超级电视用零利润的免费模式颠覆了电视机制造行业。连一向靠卖软件为主要收入的微软也于今年3月18号宣布 Windows 10免费升级。那么你给免费这种绝招打几颗星？我们看看几位你们给出的星级指标，请看。3颗星、4颗星、3颗星、5颗星、3颗星。当然以免费打了大片天下的周鸿祎先生还是非常看好免费的。从我们这个行业来看，从这个消息类的业务来看，实际上是运营商的这个过去在消息类收入很大啊，那么现在呢，这个可能这个有一些这个新的这个互联网的企业把消息类这块免费了，是吧？但他可能从别的地方，这个广告啊这些方面、游戏方面收入又增加了，所以通通来看，这个 IT 产业实际上整体的这个收入是在增加的。你看的话，你说是表面上看局部是免费了，但整个来说没有免费，是吧？所以我觉得猪身上是这个年代的一个这个可以说是一个转移，但是我认为是有必要的。它这里头有一些模式的这个变化呢，我觉得是对于有些东西你必须要，你想想这个要改变那么长的习惯，你不用点外力是吧？就是像钓鱼吧，不行。对，你不出点血，不钓鱼的话，实际上怎么能把别人钓上来呢？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微信，你比如说微信其实也是用了一个免费的颠覆，把短信给颠覆掉了。那运营商到今天才明白过味儿来说，我不收这个腾讯不收这个通信费，好像一年损失了上百亿。但是腾讯把大家都粘上之后，腾讯每天给你们推游戏，游戏里得花钱吧，然后每天还给你们推广告，对吧？推各种资讯，包括微信成为了什么 O2O 啊电商的入口，他一年从这赚的钱可能数以千亿。所以我经常在想，这个中国移动呢，他要请我去当老总，我就上网免费，电话免费，什么都免费，然后呢把大家重新从微信那夺回来。这里头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资本市场这个在背后的作用，什么意思呢？他们往往现在这些新兴的这个互联网企业会讲故事，然后呢把这个市盈率说得很高，50倍、100倍，传统企业10倍、20倍，那么他手里捏的是纸钱，传统的企业现在手里捏的是硬通货，那么你和他拼怎么拼呢？他烧钱的话，他可以10倍于你的来烧，他可能就能烧得长。你因为你手里没纸钱，你不能烧钱。刚才各位嘉宾关注的是免费，那么接下来将关注的第二招又会是什么呢？第二招跨界。在这个时代最大的机会就是跨界，很多公司也都在疯狂跨界，首当其冲的是谷歌公司。最近网上热传的一段视频是谷歌最新研发的机器人，一只踹不倒的狗堪称打不垮的小强。而这家以搜索起家的科技巨头先后研发了谷歌地图、谷歌眼镜、谷歌无人驾驶汽车，不得不让人惊呼和猜测他们下一个跨界的产品又会是什么。最近国内互联网巨头都在扎堆造车，
3月10号，百度 CEO 李彦宏表示，百度一直在研发智能汽车，而且有望今年推出。3月12号，上汽集团与阿里巴巴共同宣布，将合资设立10亿元的互联网汽车基金，共同打造跑在互联网上的汽车。3月24号，腾讯宣布牵手富士康及和谐汽车，共同签订关于互联网加智能电动车的战略合作框架协议。至此 ，BAT 跨界汽车产业的战略布局已经完成。那么，你给跨界这种颠覆式创新打几颗星呢？看一看，从我左边开始，3颗星、5颗星、5颗星、3颗星、2颗星，哇，这个落差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企业它要做跨界的这种颠覆式创新，其实是挺难的。腾讯的核心还是通讯加娱乐游戏，那么像其他的基本上都它现在也放弃或者是说淡化了。要去做这种跨界的，跟它的企业的这个整个的核心团队的基因还是密切相关的。我不太看好，如果腾讯真要做这个的话。今天的这个汽车、舰船、飞机，他们的这个价值，机械部分占80%以上，智能部分占10几20%，可能用不了10年，这一块的价值会倒过来，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它的智能的这个和这个传统产业的融合一定是趋势，我觉得这跨界只是这个意思。现在最流行的就是跨界，那么接下来要聊到的第三招又会是什么呢？第三招，抢手机。And the face recognition. 现在流行一句话，站在移动的风口，你需要的就是等风来。刚刚结束的德国汉诺威电子展开幕式上，马云首秀刷脸移动支付技术，掀起了一轮移动支付技术展。3月18号，格力电器董事长董明珠突然宣布，格力要做手机，而且保证3年不用换。紧接着，奇虎360董事长周鸿祎也宣布要做手机，而且声称要干掉所有竞品。难道抢占了移动端，就意味着可以轻松颠覆了？来，再展示一下你们的几颗星。好，来，3颗星、5颗星、3颗星、2颗星、2颗星。哇，那么多人都在抢这个入口，但是却有现场的嘉宾不是那么认同啊。我感觉当所有人都在做同样一件事情的话，这肯定不叫创新了。第二，做任何一件事情可能有时间上的这个点的问题，可能在3年以前做手机或者说做低价的手机或者怎么样是一个正确的举动，那今天还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没有最好的回答。作为一个入口，通过手机是挺自然的一个想法和手段，但是怎么能够在这个所谓类红海的当中能够做出差异化来，我认为这是最大挑战。当时小米手机出来的时候，腾讯内部也做过很多讨论，要不要做手机？那最后的结论呢？还是不做。我做手机没有大家想的那么深，我就比较任性，因为一直觉得不服气而已啊。但在你的这个基因里面是没有做手机的基因的，所以结合你前面的这种做法，你是会找一个伙伴呢，还是你会投资买一家做手机的公司呢？因为制造业的水很深，这不是我们动动鼠标就能解决的，所以我现在做智能硬件、智能家居和手机，我都是找有制造业、有产业链经验的这种合作伙伴一起来合作。他一生追逐财富，打造了私募帝国，他年薪7亿美金，被称为华尔街之王。So maybe I've got a bad deal. 中国股市屡创新高，他会作何判断 ？I've seen it go way up, I've seen it go way down. 他又为何语出惊人 ？Perhaps a new administration.We'll come back with this. 对话专访黑石创始人苏世民，为你揭开私募帝国的神秘面纱。4月12号播出，敬请收看。每年这个时候的海南博鳌都会发出亚洲的最强音。就在今天上午开幕的博鳌亚洲论坛开幕式上，习近平总书记也描绘了一个世界都在关注的亚洲新未来。其实对未来而言，创新永远是一个恒定的主题，就如同今天我们在对话现场热烈讨论的颠覆式创新一样。我记得微软的前首席执行官鲍尔默先生被董事会要求退位的时候，他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象征了一个旧的时代。所以有的时候你的对手可能不是你认识的这些商业伙伴合作对象，而是这个时代。在今天这样的一个
颠覆式创新的时代，哪怕你曾经制定出再完美的商业计划，你还是有可能失误甚至失败。原因很简单，不是你的无能，不是你的懒惰，而仅仅是因为你并不在这个时代的发展趋势当中。